家李辉今夜出题考老郭。聪明之书，你看上面写的是仅限于高智商人阅读。嗯，大家都说郭老师智商高，我看未必。你看他刚才什么也没看见，借你脑袋用一下。哎，进来。小月遇老乡，不念就爱喜新欢。欢迎你来到今夜又喜，你叫啥呀？那叫李辉。李辉，那个李，那个辉。就那个如此李日君回的回，嗯，你真好听。李辉今夜相亲，男友德云出品。德云出品，你是极品。你看那俩，我哪儿都想乐。你看我这儿我还不错。一直都跟随你的感受。他也五个，即便咱们两个人差距很大，但是我希望爱能改变一切。是蛮大的，刚才下面的喊我。谢谢谢谢谢谢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空间漫视，今夜有幸邀请郭德纲。谢谢谢谢啊，谢谢大家惨无人道的支持啊，谢谢，现场真热闹，欢迎收看天津卫视今夜有戏，我是郭德纲，欢迎你们。我想喊一声，卡住了。你这拜托你不能这样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！虽然说你穿得很花里胡哨的，但在这个舞台上你要注意每一个人的身份啊。好啊，我们要需要介绍一下。我有身份吗？你哪有身份啊？你连身份证都是假的啊！坐在那个角落是我们的小助理小影子。来，这个穿着这又红又白的这个哈，豆腐拌西红柿的这个，是我徒弟，也是我们的二助理岳云鹏。岳云鹏，哎，你这个什么意思？他是抓了一下，我抓两下，俩抢切糕的这是啊？谁给你捯饬的这身衣裳？我师娘。你还别说，你师娘真有品位啊！这身衣服怎么看怎么好看啊！这脚底的鞋谁给买的？这我自己。什么玩意儿买的？这叫潘家园买的。哦，在古玩那儿搜来的哈、啊，真挺好的。嗯，这个。就有生之年就打算这样了，那不好吗？什么叫啊呀啊？还行，你对自己很满意啊？啊，好不，我算是失了望了啊！我这个在我的徒弟里边啊，岳云鹏属于是最有气质的啊。对不起，我有时候也得说两句假话啊。你满意吗？满意。嗯，我心里过不去了，我。平时没事儿，我们也在一块儿聊聊正事儿，聊聊不是正事儿，聊聊正经的，聊聊不正经的。因为相声演员来说啊，肚腩需要宽敞，知道的事情一定要多，很多事情您各位可能不往心里去，那对我们来说都是功课，都得学。我这个人本身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啊。岳云鹏，哎，他们都不信。我信。你信就说明这个事情的不可信。那我有一特点，我爱看书，平时没事就闲着不行，就闲着研究啊。那最近一段时间我看书，我又长了好多的知识。我最近正在研究寺庙，这俩可不一样。有人说不对，这是一回事儿，哦，不能一样。寺是寺，庙是庙，啊，这个寺指的是出家人居住的地方，这叫寺；庙呢就不一样了，它说的是家里边祭祀祖先的一个地方。当然现在啊说的没这么细致了，把寺庙连在一起了。全国各地很多地方都有寺庙，供奉不同的神仙，有不同的寓意。啊，拿天津来说吧，天津人一般都爱去大悲院，啊，在河北区有这么一座寺院，北京也不少。北京比如说潭柘寺，潭柘寺过去有句话，说是先有潭柘寺，后有北京城，啊，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太庙。来问一下岳云鹏，知道什么叫太庙吗？太监的庙，庙极了。他说太监的庙，我觉得不对。首先我就给否了，首先太监就给否了。对了。不是，这个说太监这个说法就给否了。对，这个太庙就是有很多的庙。对，太多嘛。哦，那应该叫很庙。行吗？
什么叫春晚？这太庙在北京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地方啊。我一说你们就能听明白，一句话就是皇上的家庙，啊，皇上家里边历代祖先，老皇上、小皇上、所有皇上，他的牌位供奉的地方叫太庙。那为什么今天我们提到了太庙呢？因为跟今天的嘉宾有关。这位嘉宾可了不起，在太庙举办过个人的音乐会。来，我们掌声有请李辉。欢迎李辉。哎呦，谢谢。哎呦，谢谢。慢着慢着，您哎呀，郭老师，我见您太激动。您客气，您客气，您客气啊！李辉是第一次到我们这儿来啊，好多人不是特别的熟悉，但通过今天，我相信你们会认识他，喜欢上他的啊。李辉，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文工团优秀青年歌唱家，金铁霖得意门生，宋祖英的小师妹，端庄的形象，甜美的嗓音，总是为观众带来无尽的享受。十年磨砺，成就了他的音乐梦想，成为国内首位在太庙开唱的歌手。还有礼物呢，嗯，你参观一下。这个不好意思啊，这是你画的哈。嗨，我随手画的。我的个天哪，今天李辉这个，然后没想到我怎么就长成这样了，这是啊。见了美女就流哈喇子、啊。没听说过，我们有一相声那是啊。这画的不错，我珍藏吧，好吗？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李辉，谢谢。来，岳云鹏拿着，这个是什么呀？来，藏起来了。这个是我。特别的一个非常特别的礼物，是我精心准备的。这样的。聪明之叔，你看上面写的是仅限于高智商人阅读。作者李辉。李辉。高智商的啊。对。有脑子人才能看的。对，大家都说您聪明嘛，然后所以说我还是要考一考您哈、能看见吗？我看见了，我看见什么了？我看见都是白纸。这个。聪明人看的，所以说、我特意在这儿来了一个问号啊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看来大家都说郭老师智商高，我看未必。你看他刚才什么也没看见。这样吧，怎么样？借你脑袋用一下。借我脑袋用？脑袋干嘛用？对对对，伸过来啊。你要然后我要当扇子是吧？我敲三下之后，你就变得会更加聪明。那不行，你那叫打便宜人。观众同意吗？我看看。对呀、我们先小试一下吧，好吧？来试一下。好吧，真巧啊。轻轻的。响吗？进来。还挺软的。还没听说儿、完了，那个您看您智商是否、对，我们来揭晓谜底啊。来啊，这哪来变魔术的？这是这太棒了，这太棒了。他刚才看的是反面，就是啊。这太聪明了。这是你做的呀？那是作者李辉呀。这里边都是我们的剧照啊，演出照什么的，是吧？别捣乱！我身上，岳云鹏，就把他们都亲跑了。李辉是一个特别棒的一个歌手哈、今天来到这儿，我相信今天这期节目会特别好看的。这个最近有没有什么新歌没有吗？新歌吗？嗯。什么意思？因为我们想听一下吗？因为有的人熟悉你，有的人不认识你，借今天这个机会跟大伙儿啊都交交朋友啊。而且今天我没有听说您那个唱歌特别好，就是我不行，我一句都不会。这样吧，我就教你一句行吗？准备了一个，既是你的同乡啊、又是同行，他是德云社著名的歌唱演员啊。著名歌唱演员。对啊。让他学吗？还是你？可以啊，我们俩都跟你学都可以，来都可以啊，就来一句行吗？啊，来来。对不起啊。我没想到这歌怎么唱成这样啊。来吧，开始吧，唱完了是再让他来一万遍，一万遍他未必刷得到啊。再来一遍，来一遍，咱们再来。我刚才没注意啊，能再来吗？能再就刚才这个词儿好记，就刚才那词儿哈，这词儿少。我们在这个电视里边听见过这歌哈，你先来，你先来，师傅看听对不对啊？好，对了，谢谢谢谢。好，接着再来一遍。好。
你应该赶着一个月圆之夜啊，冲着月亮来这个，把狼就招来了啊。发音位置不一样，我们觉得李辉这太专业了，我估计学不到你这样啊。但是这个他跟你应该离着不远啊，你们是同乡。真了，哎，真了，真了，哎，哎呀，老乡，老乡啊，老乡你好，老乡见老乡，背后来一枪啊，他是你也知道啊，太知道了，河南濮阳人，河南鹤壁人啊，两家离着多远？一个半小时吧，啊，才一个半小时啊，对，那离着挺近的、啊，一条高速就能这边濮阳，这边是鹤壁，哎呦，没想到今天在这儿两位老乡见面了。那得用河南话好歹聊一聊吧，聊一聊啊，好，说两句河南话让我们听一听。好，说啥了啊、嗯？欢迎您来到今夜有喜，这个主持人是俺的师傅，他叫郭德纲，我叫岳云鹏，你叫啥呀？俺叫李辉。李辉，哪个李哪个辉？就那个母子李，日军辉的辉。母子李，啥辉？日军回了回，日军回，嗯，因为真好听，好听啊！欢迎你回来做客《今夜有喜》，咱们坐着聊中不？啊，欢迎，欢迎，欢迎，热烈欢迎，热烈欢迎，李哥，李哥，中，看过我们这个节目吧？当然，好玩吗？太好玩了啊！是吗？像我们都是军人嘛，特别正、啊，像您都这样了。嗯，随便聊，就如同平时你上德云社听相声啊，或者你上我们那儿吃饭去，跟这道理是一样的。怎么高兴怎么来，不爱说的就不说。嗯啊，当然你不爱说的，我们会玩命让你说啊。聊天说闲白唠家常，中不中？嗯，今天李辉来了，挺高兴的。我们聊聊家常，唱唱歌，说说电视，喝着茶水，高高兴兴，快快乐乐，让我们一起来。那个角落老是这么奇怪。哎呀，我今天一来就觉得特开心啊！哎呀，那边现场气氛太热烈。乐乐那是我们那现场那导演哦啊，一托呀、啊，老说小刚刚小刚刚就是他、哦。嗯，这个我们有一个 PS 大赛，不知你注意没有？已经快结束了，但是呢还有好的作品，我们一块来看一看好吗？好。好，哦《还珠格格》。嗯。会发生什么变化？我们来看一下。变。啊！太漂亮了。这是你们谁这么糟践我？那玩意儿好看吗？那个，比较一下。哎呀！我的个天哪！没有，我觉得挺媚的。我们换一张吧，好吗？好，这是一可爱的小宝宝啊！来变。嗯，你这张做的还不错哈、啊，这个、太可爱了。啊，我小的时候是卷毛，你知道吗？后来大了就掉了，嗯，真的不结实。比较一下，好、哦，挺好。来，再来。哎，可爱的两个小孩啊，变。哎呦，为什么这边都是我呀、啊？这小孩亲奶奶呢还是什么？亲奶奶？什么呀？也不是我的亲奶奶。对比一下，真可爱。还有吗？还有的。再来。哇哦！好，这是李辉啊，来变。啊！现场的观众笑的都不行了啊！过了是的。你让一下。右边这是整容完之后，行，找他们退钱去吧。这是我知道了，嗯、我还是嗨、嗯，别看了，不说了。还有吗？没有了，哥老师。收工吧、嗯。这是我们的网友叫30毫米，是他提供的。如果哪一位还有这方面的才能，好作品尽管往这儿来寄。我们选1、2、3等奖，请您到现场来和我们的主持人和我们的嘉宾一起亲密互动。作为一个歌手来说呢，李辉是非常幸福的，因为不是每一个演员都能在太庙举办自己的个人演唱会，所以今天我们得好好来聊一聊李辉的这个演唱会。这是太庙的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举办个人演唱会，好像以前没有过。好、哦，我们有现场的照片。哇、哦，这裙子真大哈、啊！还有吗？还有的。哦，这是一个近的。嗯。这是什么时候搞的这个演唱会啊？就是在9月12号的时候。9月12号。对。
之前没有人在太庙搞演唱会，是因为有难度吗？这个声场是非常有挑战性的。从它的音响设施啊，包括演员演唱上面都有非常大的挑战性。还有我们军区的一些领导啊，包括这次整个团队呢是奥运团队和这个60周年国庆这个团队一起合作来做这场演唱会，所以说我特别的幸运，特别感动，大家这么大的一个团体在为我做这个演唱会。这个第一个在太庙举办音乐会的这人叫雅尼，我不太知道，这么介绍一下吧，好吧？雅尼呢，就是在太庙开演唱会，他是雅尼是在上个世纪就是开的第一场他的个人演唱会，然后还有就张艺谋的《土伦朵》，就是在太庙。我是在等于是中国第一个人在太庙开对。这挺棒的，谢谢啊。他说这雅尼是一个音乐家，雅尼啊是好几个弟兄啊，雅尼、胶泥、沙泥、水泥啊，最厉害的是水泥啊，因为搞建筑离不开水泥。凝固，对，他的唱法就是凝固派，是真的吗？是，我听说过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太庙为李辉钢琴伴奏的这个人叫理查德·克莱德曼。啊，理查德·克莱德曼大家都知道哈，因为有人请过他，说这他能来吗？经纪人说能来，但是你记住了，他可莱德曼啊，不是说随叫随到，这事得商量。他一双手保险就是1000万的法郎，这就是李大爷啊。这是当时他的现场照片吧？对，现场。多大岁数了？没好意思问哈。你意思是说他长得很老是吧？我觉得挺帅，他这白头发是染的还是怎么着？人家是外国人，金黄色的头发。金黄色的头发。对。嘿，拔两根打戒指去。李辉此次北京太庙个人演唱会，法国钢琴王子理查德·克莱德曼也是专程从法国赶来，亲自上阵为李辉伴奏，两人合作演绎了经典之作《摇篮曲》。当天现场去了不少音乐圈的朋友，就比如说崔健、汪峰他们都去了，还有哪些个知名人士到场祝贺呀？去的都是我的一些首长啊，然后还有我的恩师啊，金铁霖老师，金先生，对，还有王坤老师，还有就是我的师姐宋祖英，李丹阳姐姐啊，像好朋友白雪，太多了，特别的多。丹阳和白雪都上我们这儿来过，都聊过去，都是你好朋友。对，都是对，都是我的好朋友。唱民歌的来了不少了啊，陈思思他们都来过。白雪唱通俗的。白雪是通俗啊。对。他也能逮着我的漏哈。不容易啊。像你们这个，您这属于是很高雅的音乐会了吧？属于是了吧？对您来说。您别客气啊。你要高雅，你要高雅。我那天现场卖了多少张票？我们不卖票，我不像你们德云社。你们这卖不出去是吧？那不是，不好卖。您是为了挣钱？嗨，不，我们不是为了，我们是为了弘扬民族文化。您这是为了花钱。哎，我因为这个太庙去了多少观众呢？600人。600人。对，这是一个很精致的、很有档次的这么一个演唱会。因为这个太庙它是一个文物保护重点，对，就是仅限于600人。十年磨一剑的李辉，9月12日在天安门东侧的太庙上演了他的《美丽家园》独唱音乐会。这个只有雅尼和张艺谋曾经触及的神圣之地，也迎来了他的第一位中国歌唱家。
第一次的音乐会起点就这么高，日后你有什么计划和打算吗？这次音乐会其实对我来说，它各方面都是挺有所提高的，从艺术上，还有从歌唱方面，还有舞台经验方面，各个方面都对我来说是一种提高。私下里大家都觉得我，哎呀，这么多年你老是像谭晶，我的好朋友啊，他们都给我、跟谭晶很好是吧？特别好。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，然后我们俩就黏在一块儿，然后连吃饭就是选自助餐的时候，俩人也黏在一块儿，我们俩就这样的、站起来跟谢一下。就这样的。哪样的？就这样。我是谭晶啊。就俩人就这样。俩人粘在一块儿。对对，粘在一块儿走。然后选菜的时候也比如说。选菜怎么选啊？就是要粘在一起啊。对。是什么时候这个腿恢复的呢？吃饭的时候分开了吧，那怎么办？各吃各的。对。哦，俩人就好成这样，走到街上也这样。基本在学校啊，或者是出去演出的时候，然后两个人就会这样。那现在两位恢复的都挺好啊。对，现在还都能自己走道了。都要上郭老师节目了，你说不注意一下形象能行吗？没事，你上我们这儿来，你大可不必。聊了半天了，光听你说，你给我们唱两句吧。今天有点渴。没事，不要紧的，我们爱听这个。咳嗽唱法，我特喜欢听您唱。你少来这套，我天天唱。真的，哎，您唱的特好哎，你唱完我给你唱一下吧。我不敢。岳云鹏，哎，劝你老乡，老乡唱一个吧。你这样，老乡姐老乡，北后通一岛啊，你得替我说话。你选择一下，你或者给我们唱两句，或者咱们聊聊你的感情故事。你选择前还是选择后？歌的演员来说，嗓子是宝贵的本钱啊。我们留着这茬，有愿意听的上网上搜一搜李辉的歌啊。下次咱们留下一次行吗？好极了。那我们今天来聊一聊李辉的感情世界。要，我觉得这个大家更喜欢啊，大家更喜欢。有没有想过日后你的白马王子是哪款的呀？什么类型的呀？哎，有没有？少女时期。朦胧的想法啊，就是那种夜朦胧、鸟朦胧，然后在意那个房子是一个白色的房子，然后白色的房子啊，在那个蓝蓝的大海旁边，然后飘着白色的纱窗，然后蓝蓝的大海旁边有一个白房子，飘着白色的纱窗，我听着挺瘆得慌的，真的啊。啊，你接着说，没事儿啊。这是在教堂前，是教堂后。您在，接着讲啊。他先描绘的场景，啊。你看我那么富有诗意的，被你这么一说。我们来继续帮他啊。刚才说到蓝蓝的大海旁边有一栋白色的房子，飘着白色的纱窗，那么形容的这是，啊。纱帘后面纱窗啊，那么当中会发生什么故事？会有什么样的男女主人公呢？然后家具全是白色的，这家出事儿了。然后男女主人公啊，穿着白色的袍子被人搀出来了啊。哎，这个故事叫《天下两孝子》啊。我们讲一讲五七之后怎么样了。现场的观众保持肃静啊，这是一个很郑重的一话题啊。好，这个那么就介绍到男女主人公了。家具都是白色的，好家伙。您别让我太失态了行吗？灭绝太失态呢。没事。然后呢，该有男女主人公了，形容一下白马王子是怎么一个出场的状态。谢谢这位观众朋友。对，您多吃点，来来来，我也。别啊！啊，这说到男女主人公了，什么形象吗？就是你介绍你刚才想的。我知道，对，就是你的白马王子从海里慢慢的走出来，夜场。
对呀、啊，然后他就是个子肯定没我高啊，1.2米左右，这也太矮了。哎，您多高来着？我1.48米。啊，就1.48米吧。然后那个聊不下去，身体略胖。那就是岳云鹏。没有，一笑俩酒窝。哦，他仨。然后脑袋上还有一个。我这就剃了他这。哦，这就是他说的白马王子。对。哦，这是少女时代的一个朦胧的想法。是。哦，真好啊，好极了。那么，要不我晚上老做噩梦。嘿，少听相声吧，以后啊。那个，李慧现在还没有男朋友啊？哦，有吗？这个不说了，行吗？可以不说，可以不说啊。嗯。现在还没有几个男朋友。还没有几个。有几个？一个都没有。啊啊，好，不承认，不承认啊，打死也不承认啊。但我们今天是要说的是这样的啊，这么一个优秀的出色的歌手，怎么可能没有人喜欢呢？所以我特意从北京德云社相声团队里面啊提取了三款壮汉啊，看看他们到底哪一款适合李辉小姐呢？来，我们来，人马都备齐了，我们来搞一个今夜有戏德云李辉相亲大会。李辉今夜相亲，男友德云出品。德云出品，你是极品。你看这俩，我的事儿都想乐。你看我这我还不错。即便咱们两个人差距很大，但是我希望爱能改变一切。是蛮大的，刚才下面他喊我姑姑来着。今夜有戏啊，快200来期了哈、啊。第一次为一个嘉宾举办一个相亲大会，而且是德云社第一次输出男壮劳力啊，所以说今天呢这个环节我很激动，因为我本身作为德云社的法人之外的人啊，我也挺激动的。哦，你更应该激动哈、啊，所以我们太激动了，节目无法进行了啊，我们下期再见吧，要不就，所以你一定要做好准备，因为我给你挑的这个三款男士，不管是平方立即啊，立方体积，相貌气色，方方面面都非常的出色。我不知道我还有这种机会呢。哎呀，你没想到的事可多了、啊。谢谢您，郭老师。不客气，因为条件有限，我们就不到海边去找那个白房子了啊。因为涨潮了，他们说都淹没了。唯一的遗憾就是你这仨白马王子不会骑着马来啊，因为他们都运高啊。这个你准备好了没有？我准备好了。好极了，我们来看一看他们是谁。有请第一位。冷啊，李辉往前一点啊，这个没事你放心，这都训练好了，都不咬人、哦、啊，站好站好啊，站好了，我站啊，待会儿我们会，我小的时候特别害怕，小的时候怕这个吧，对对对、啊嗯、没事没事，习惯习惯，孩子孩子，那个是这样的啊，对于这个选手我们只能给你20分钟的时间，因为他的药只能定20分钟，时间长了出点别的事儿不好说。我小的时候被那个什么咬过，哎，我嘴。不不，来来来，往前站，我来介绍一下第一款壮男，喂，你记上这儿。第一款壮男，你别，哎呀，别撅着，好好的，好好，好孩子啊，像人似的啊。我来介绍，爸爸，好了吧？好，可以了啊。我来介绍、哦、第一款壮男，他是你儿子啊？他是你儿子？他是你儿子？你欺负人，你骂谁呢？你在这儿，我能这样吗？好吧，好吧，孩子，伤你自尊了，好吗？没事啊，这是第一次，好吗？请原谅我们，这是今天的第一次啊。来，这个郭老师，我觉得他走后门吧。嗯、你别客气，你别客气、啊、一看就挺像的。像我是吧？啊、哦，还行，哪儿蹭你？
钻柴火堆去了，你这是啊？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哈、啊，你也是单身很多年了，因为前几次婚姻不幸福啊，所以我们今天准备给岳云鹏再找一个合适他的女友。那么今天借今夜有戏这一方宝地，给你提供了一个机会啊。这个姐姐叫李辉，啊，然后你可以把你的心里话说出来，让我们大家一起帮助她来参谋一下。好，那么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二号嘉宾。我还没说呢，还没说呢啊，来吧。李辉，听说你今天来了，我心情很高兴，三天我都没睡着觉，我准备今天晚上回去睡一个好觉。这什么车我也不知道，然后我把它送给你，希望你能拿着。我想说的是，咱俩是老乡，你答应我吧，我会一生一世一分一秒都对你好的。你要是他会像爱每一个女朋友那样爱你的。你要是上天我就跟着，你要是入地我给你刨坑。什么叫刨坑？跟着，我也跟着。你上哪儿我都跟着，反正就是阴魂不散的意思。每一分每一秒，我都会让你幸福，会让你高兴。大灰灰大灰灰，灰灰，从了我吧。什么话这叫？我会爱你一生一世。拿着。算胡老师看的，他是您那个什么的份上。不是本书，不是本书，我收下了啊。刚才是我的爱情宣言。不错。我想给展示一下。好的。我的个人魅力。好。当然我是有魅力的。先来片药吗？不用，不用了哈，吃完了啊。医学真发达，现在我要给大伙唱一首歌，不是给大伙儿，我要给大灰灰唱一首歌，叫做《过火》。你应该唱《世上只有妈妈好》。来，音乐。我有那么老吗？来唱。生离死别啊，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，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？你始终有些万种理由，我一直都跟随你的感受。他有五个让你去放纵，以为你有天会感动。导演，我快走不下去了。你留言我装作无动，你没看我多你们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恢复的不错啊，好极了。这是您的第一位白马王子哈、因为今天我们一共来了三匹啊。那么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第二位男士。往前站。其实熟悉的观众也都知道，这是德云社的一个小演员、师傅，要不我稍微往前点声、不至于，不至于，孩子没事啊，大事我见多了啊。这是我徒弟，他叫烧饼。今天呢他也来到我们的相亲现场，因为这一款按说我们是轻易舍不得拿出来的，对对对，这都是有时候有灵异现象他才出来来震一下，拿我治僵尸去了。老话说得好，一家女百家求，人人都可以，好吗？来和李小姐说一下你自己的心里话。先等会儿，我先跟您说两句。我实在不行，你帮我说两句好话。你放心，没事，孩子。你也多一兄弟媳妇儿。去吧。多一儿媳妇儿。吓我一跳。多一徒弟媳妇儿。行。我觉得你要跟了我，你就是世界上第二个幸福的人。第一个是谁啊？我。因为我娶了你。好，现场的朋友们克制一下，不要吐啊。确实还有更恶心的。我觉得这个是真事儿，确实。李辉，我希望你能接受我，即便
咱们两个人差距很大，但是我希望爱能改变一切。是蛮大的，刚才下面他喊我姑姑来着。年龄不是问题，主要是咱们俩要有共同语言，聊得来，什么都会改变，爱可以感容一切的东西，真是。这个我送你一个小礼物，这个礼物很实用。你平常做美甲吗？做美甲。抹个指甲油什么的。对，是的。太好了。这个礼物正好的实用。哇，这个我还挺喜欢的。非常的可爱。你看见这块有一个按钮了吗？把你的手指头搁在这儿，一摁就会吹出风来。看出来了吧？看出来了。我是一个内秀的男人，想的非常的周到。谢谢啊，谢谢你送的礼物啊。烧饼，我顺便想问一下，这礼物你是哪儿偷来的？我师娘那。哎呀，要回去咱怎么说呀、啊？这个别往心里去。嫂子下去，我还不往心里去。我就说我开了一美甲店，是吧？他得信呐。这你这么着吧，你先留个电话我的。他没有电话。咱下去说行吗？啊，他没有电话。那我们先下去、啊。别走，别走，回来。人家刚才岳云鹏还有才艺展示的，你不能弄一猴就把他打发了。没有，让自己的才艺展示。这是星星，星星。冰冰，对，冰冰。行，这个不要紧的，来拿家去回来。哎，怎么给他？废话，不从家偷的吗？这个啊，那个把你的才艺展示一下，让李辉看一看，好吗？好的。不管是说呀、唱啊、演啊、学一什么都行。有一个说唱，你还会说唱啊？对。哦，太时尚了，这个。那是确实我特地的找了一个朋友写的，特地为了今天。你还有朋友呢？那是，确实有俩狗。好、拿着话筒，很专业啊。对，当歌星遇到了歌麦啊、歌麦，唱歌拿着麦吗？对，很专业。我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演员，所以说我得带着词儿说。这叫什么呀？我的艺术很严谨。问题你竟不认识了？不要紧的，我标着拼音了。哎呀，我的儿啊！你们瞧瞧他写的这叫什么玩意儿？这都是啊，丢人丢人！我用心了。好吧，来给我们一点音乐，对不对？来吧。当我还是小孩，在一铁罐里边藏了两毛钱，买了两袋无花果，吃了一身渣，拍着洋画输了两盘，弹球袋子不带玩。那时我们还是小孩，都盼着过年能有压岁钱，放俩小鞭，清鼻涕挂在嘴边。那时我们还都是小孩，想要回到过去，看着天上繁星笑嘻嘻，无忧无虑，充满了甜蜜蜜的记忆，总是让人想起追忆，没有烦恼压力，开心的每一天都已过去，时常会想起小时候的画面，就像一张泛了黄的美丽画卷。谢谢。为了见到李辉，为了准备这个节目，昨天晚上确实我是3点多才睡的觉。谢谢。岳云鹏，你怎么了？我要吐。啊，不光你要吐，我都要吐啊！你别理他，天天都3点多睡觉。是不是，这是我大侄子嘛，没关系的。得、对。完了，我没戏了，是不？你别看你大姑那眼眉都挑成那样了，没事吧？没事。真没事吗？没事，没事，后边站着去。对，但是我觉着我还可以追逐下一个目标。我再考虑一下。行吧，考虑一下，好不好？是啊，给一个机会，您再跟他说说。一会儿别着急，还有一个呢啊，分点。咱现在的任务是把罗云平干掉就可以，好吗？对，来，有请我们第三位猛士罗云平。你很本性吗？这个不是搞笑吗？我怎么看见张文顺了？这是歪着个肩膀。来哈，那个我要隆重的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的一个爱徒，硕果仅存的一个爱徒啊。此翁叫栾云平啊，夜后再夜啊，我跟301的那个大夫很熟是吧？特别熟，我们这刚接出来的，刚接出来没事啊。他这出场那笑挺瘆人的，因为他在恢复期他都是这样的。这样的吗？好了之后没事，我明天带您去看看那专家，刚好跟专家挺熟的。我不是找大夫，我是找对象。那我送您这小礼物呢，比较有特点，我是特意从超市给您买了一袋盐。
我就想的是呢，就是说咱要真不成呢，回家您能炒菜吃。然后还有一个寓意呢，就是您闲了的时候可以想想我。感谢你啊。你要是觉着栾云平好，你一会儿就可以跟栾云平走。你要觉着栾云平不好，你就把这盐都吃了，让他死心。没有，不光他死心，我们都死心了，得送你抢救去。你看那俩，我到这儿都想乐。你看我这儿我还不错，还戴眼镜，有点文化，文质彬彬的。我带着那毕业证呢。哎呀，这不必啊，毕业证在我那棉袄里边呢。郭老师跟我是一个单位的啊，一个单位的，我们都签了合同了。啊，您不是有那个？我热了吗？我没签，我没签。因为师傅您退出了，我没退出啊，合同太犀利了，我。谢谢啊，谢谢啊，那不能签啊。我想的就是我会照顾你一辈子。你想的太长远了，我觉得我说着都有点恶心。要不你先吐，吐完再说。但是我是这么想的。他很真诚。对，你看怎么样？我你要说行，他回家赶紧离婚去。没有，因为下个月的媳妇该生了。您再出现一个，明天我去找大夫去了。我啊，嗯，现在在我的身边啊站着四位男士，啊，这个不算啊，三款选手：岳云鹏、栾云平、烧饼。德云出品，必是极品啊！这三位，如果你对哪一款中意，或者说你想尝试一下的话，你就从后面伸手轻轻揽住他的腰，啊，这个摸脖子就行。这个，你腰太肥，必须的吗？可以，必须来看一看，看一看李辉小姐的眼力如何。来，有请。十。九、八、七、九票，留，在他们三位当中选。五、四、三、二，欢迎收看《泰坦尼克号》。一。准备带着孩子，真的明天去，我太好，可以不用再说话了，我们知道您的心情。那也行，那也行，祝福一顿心。我带他去看病去。谢谢，那也行。下一期他们将带着孩子到极限游戏来。谢谢。这是我跟小影子也成，你知道吗？我跟小影子都成，我跟你说，来接受。